谢谢啊，右下角。然后感谢麦上主播，咱这首啊呢，长期教授管演场控有意思，可联系一下麦序的黄马，谢谢。给大家跳一个相思影吧。刚进来咱几句饿的宝宝们，哇塞，你有人走吗？不对，应该说没有人理我吗？这首歌是一首相思影，玩出新记的宝宝应该都会知道。
谢谢，欢迎刚进来咱九二的宝宝们，然后喜欢主播的不要忘点关注，然后手机是右上角，然后电脑是右侧角，这里要关注麦上主播，谢谢。如果觉得不错的话，送鲜花好不好？或者是在公屏上打个字，让我知道一下。OK， 刚刚那一首吗？刚才那首是《相思引》，是一首《周星驰》里面，如果玩那个游戏的宝宝都会听过那首歌，是里面的歌曲。就是嘛，那扣下66，让我知道一下啊、哦，好，这么多人喜欢我呢。多好啊，谢谢。给大家再跳一个古风呢，还是跳一个现代呢？你们想看现代还是古风啊？谢谢。需要夸奖你了，你在安静的看呢。你再跳个青花瓷好不好？跳个青花瓷吧。现代吗？加特林跳不了，加特林是静止的。大家古装还现代呢？大家公屏上扣现代，现代还是古风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数三秒钟，我就截一下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大家陪我玩个小游戏的 ，OK 吗？来，倒数三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都好哇，这个绝对是真爱，他竟然是都好真爱呀、啊，这个是真爱呀、啊，他古风吗？好的呢。真的是真爱，我跳什么你都喜欢，绝对是真爱，一定要关注我哟，到我家我姐绝对很爱你爱你。本来我就是个跳古风嘛，像就留最后一个舞蹈给你们跳个现代好不好？松北勾勒出青花，笔锋浓转淡，凭身描绘的牡丹，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莫了然，裙子上走笔只字各一半，釉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一笑，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天真在等着你，而我在等你，七叶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，就当我为
OK， 谢谢大家在这个点这么晚的时间还陪伴在九九二的宝宝们，咱九九二十四小时够的。然后大家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关注哟。然后欢迎新进来的宝宝们，喜欢主播的不要忘了点关注，手机用户上方自己。你哪个右下角，我是一个跳古风跳现代的主播，还关心了麦序上主播，好，下个麦序的主播已经准备好了哟。然后还有咱九九二招收管理啊，场控，大家有意思可以联系啊麦序上的黄马，谢谢。不要忘了点关注好不好？今天来跳现代是吧？好的呢，最后个舞蹈跳个现代吧，再跳这首吧。你是夜猫子没关系。你是夜猫子没关系的，我有那个什么，我有药，我可以帮你把你变成跟我一样。其实我想说，我睡得也挺晚的。好了，接下来我跳舞能跳的跳的掉麦序了，大家别忘了点关注哦，谢谢，爱你们哟。여자